家能够想象头好壮壮的 Q 版可爱人物，却是个外挂开很大的狠角色吗？一个大绝招放下去，敌人就会死一大堆。到底是哪一个游戏的反差这么大？哦，原来是地城特遣队，可爱风格却有着无双玩法，感觉真的很不赖。所以游戏推出后，大家要去试试看哦。靠着开发《龙之谷》游戏而成名的韩国 Identity Games 公司日前公布一款全新线上游戏《地城特遣队》，虽然画面走的是可爱风格，但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无双类型玩法，反差性极大的游戏设定很受到玩家注目。《地城特遣队》虽然还是以 Q 版的人物造型，但却强调游戏的操作爽快感，希望以超过每秒攻击十次的高速动作，让玩家可以强烈感受强烈的打击乐趣。而地城特遣队也有19种以上的职业转职系统，玩家可以自由搭配职业技能，开创各种职业的组合可能性。加上游戏还有简易操作模式，用一只手操作滑鼠即能进行高难度的战斗，喜欢动作类型的玩家可别错过咯。